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的草屯濒临社区，串联着中原、相当、敦和甲南部社区，来推动着社区产业行销回馈的计划。第二场社区探索的小旅行来到相当，要来扩大着行销的力量，嘛，让社区会当互相来学习。安排社区人员来到地方庙的玫瑰花园，托你讲的厝，细细老老的。这座改造过公园，摕到建筑奖，配合社区产业营销计划，推行相当社区的旅游。阿拉心情足好个，因为看只空气足好，因为山脚空气好，啊，因为佫走进啦吼，啊，感觉足清幽个。除了参加农特产品市啊、手工的体验，草屯产业营销团队今年进一步规划社区旅游，做好营销宣传，也来学每一个社区无同的发展方式，互相学习吸收宝贵经验。我希望在那个社区公园那边，能再发展像这样社造的事情的工作出来，感到他们的社区很和谐，很好啊。在我们南埔里，我们也这样子回去找找看有没有很好的地点哦。草屯产业营销团队安排多元丰富的课，希望一年比一年更加进步，创造在地产业愈济商机。